三点钟的白鞋不对啊，中间红色没动，六点多的蝴蝶结，哦，六点多的蝴蝶结啊，在这里，六点多的蝴蝶结啊，这没毛病啊，这个才是没毛病的啊，这才是没毛病的，对，这左上角这个点不对的啊，左上角这个黑色的这个圈圈，这个圆圈是个标志，它永远不会动的啊。感谢号不要了的关注，感谢123的关注，感谢223233的关注，不是，感谢不能的关注，感谢阳光姐的小星星。中间偏左蓝色的衣服那就是衬衫咯，中间偏左蓝色的衬衫，这个吗？也不对吧，三点钟黑色帽子啊，三点钟黑色帽子看到了啊，看到了啊，现在说中了也没用了啊，现在咱们就是娱乐啊，现在没我那个钱包那个抖币已经发完了啊，今天晚上已经发完了，现在已经直播了三个小时了，今天晚上福袋都已经花了7000多了，啊，现在还剩下80多个，发不了了。咱们玩的开心就行了，好吧？感谢广东最后的纯情送来的小礼物，感谢师傅波的关注，感谢用户71855的关注，11点钟的蝴蝶结。11点钟的蝴蝶结跑了吧？有没有跑？11点钟的蝴蝶结有没有跑？9点白色的鞋子啊，9点白色的鞋子才对的啊！好家伙，牛逼啊，牛逼牛逼！我再给你们换个画面，好吧？再给你们换个画面玩。